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睇睇咧，佢就话咧啲 equation 啊，边一个咧系有 double roots？double roots 咧，即系讲紧其实佢得一个 solution 嘅吓，咁啊个 solution 重复咗咁解嘅啫。咁好啦，如果你话第一条式咁样先算啦，虽然唔好下下都一条 delta， 第一条式我会得到咧 x 等于几多 ？x 就等于零咯，除咗零之外冇其他可能性噶啦。咁其实佢都系 double roots 嚟嘅，咁所以咧一系我哋要拣嘅嘢啦。二嘅情况啦，咁佢咧会得到 x 加五啦 ，x 减五啦。等於零嘅，咁其實如果係咁嘅情況底下咧 ，x 有兩個唔同嘅答案，咁呢個唔係我哋 double root 嘅情況啦。喺第三個情況 ，x 減五括弧二次方咧，咁其實 x 咧就只能夠等於五嘅啫，因為個括弧裡面一定等於零咧，就是 x 一定等於五嘅，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哋叫 double root 啦，咁所以答案咧就係 C 啦。